港背靠中国，面向世界，在全球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在香港从事国际商业相关工作，前景亮丽。现在由课程讲师为你讲解课程特色了。香港是亚洲最大的金融服务枢纽，亦都是跨国企业区域总部或者全球总部的所在地，同时亦都是内地企业海外拓展的理想平台。这些在香港的跨国及中国内地企业都需要聘请了解中西文化、具备国际商业眼光、知识及技能的人才，协助企业开展或者扩充海外业务。 HKCC 工商业副学士国际商业课程教授国际贸易与财务、物流及供应链管理、市场推广与管理、环球商业策略等等的知识，并且探讨跨国及多元文化的商业环境。你有机会参观国际商业机构、参加海外游学团及跨国企业实习计划，从而扩阔国际视野。毕业之后，你可以升读的课程范畴包括国际商业、环球商业资讯系统管理、环球研究、环球供应链管理、投资科学、营销及公共关系等，例如香港理工大学国际航运及物流管理荣誉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、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研究社会科学学士学位课程，以及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学士会计及财务学位课程。